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早安新闻，这回来听新闻报新闻，看台吃早顿。咱今日的日子呢是3月26号，礼拜六，古历是2月24。新闻开始先带你来关心今日天气的状况。今日开始，这天气啊会有明显的变化，因为新的一波风面来接近，即马伫北台湾是已经有落起了大雨，慢慢地扩大到规个中部以北，也佮有东北部地区，而且这雨也佮落袂细阵含单雷公，到了暗头的时阵，这东北季风佫再增强，所以大雨的范围伫扩大到规个西半部地区，所以今日伫各地天气是非常的不稳定，温度嘛会对咧降落来。第一中昼时，若是无落雨，这高温可能会超过30度。但是暗时的低温是落在18度到22度，代表讲这温差变化是真大，得爱提醒咱乡亲特别来注意。不过有两个县市无啥降，就是屏东还佮有台东这两个县市，今仔日会吹小风，所以气象局嘛已经发布了今年第一届这个高温资讯，讲这两个县市拢是倒去黄灯。有机会来到36度，伫外出的时阵，伫爱加补充水分，防止一伤害。所以看天气穿衫，乡亲伫爱注意看，真足听。虽然讲各地观众朋友拢会当穿短袜来出门，但是伫北部头头讲到已经是开始在落雨，所以今日出门爱记得扎雨伞。今日有风面，加上东北季风，这降雨几率是非常的高。其他的地区呢，穿衫会当较简单。无落雨的时阵，也是感觉比较较烧热。继续来关心详细温度变化。北部地区气温是21度到31度，降雨几率有80%。桃竹苗地区气温是22度到30度，降雨几率有70%到80%。中部地区气温是23度到30度，降雨几率今仔日有70%。伫个云嘉南地区气温是24度，上悬有33度，降雨几率上悬60%。南部地区气温是24到33度，降雨几率20%。南部地区气温22度到34度，上悬降雨有70%。华东地区是17度到27度。继续6:32，咱的镜头带你来看世界。先来看到是一个地震的消息，这是伫个今仔日凌晨0:21，伫个中国大陆青海发生规模6.0的地震。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这阵地震的深度是10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震央在海西州德令哈市西北边126公里，已经是瓦解甘肃的边界。目前无传出人员的伤亡。若青海在今年1月8日嘛曾经发生规模6.9的强烈地震，在当时是造成有建筑的受损，青藏铁路嘛进行过封闭。继续，咱的镜头转来到西班牙，这个天气也是真奇怪。除了有山顶部来侵蚀，又搁落起了大雨，所以这两项安尼加加做伙，落落来雨全部拢是土土土。Todo perdido, todo muy sucio, pero bueno, la gente ha pasado dentro. Más o menos hemos podido trabajar medio bien. Pero que un engorro para limpiar, ¿no? Eso sí.我面顶看到这涂骹，另外还佫包括产生是桌仔啦、椅仔，拢是卡了一层这个泰戈米啊。这是伫个西班牙南部的城市隆达的居民，因伫个落了一阵这泥浆雨以后，开始真骨力要来摒扫。不过西班牙的气象局就警告讲，伫个这个周末的时阵，东部还佫有东南部地区这种的情形，可能会佫再出现一届。同款嘛是这雨水威胁，伫秘鲁北部地区淹水淹甲一片凄惨，也佫有民众受困。咱来看当地即马救援的情形。¿Cuántas vidas hemos salvado? Hoy día hemos sacado personas, la gente ha peligrado, incluso se han metido ahí con el cargador, nos hemos metido a rescatar la gente y mira los daños que está ocasionando ahorita. 好，这位民众呢是受困伫二楼的阳台，所以救援人员透过登机台要来抢救。当地市长是表示讲，这已经要求几啊届州政府要赶紧来清理河床，也佮排水沟，避免塌掉来造成水灾，但是拢无去做，所以即届伫大雨呢，就害着即个厝受损，也佮交通中断，加在是无传出有重大的伤亡。接下来关心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是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邀请各地主教，在这个黑暗的时刻，做回来为世界和平祈祷，包括乌克兰、俄罗斯这两国驻这个梵蒂冈的大使，也都做回出席了这场的活动。
Abbiamo dimenticato la lezione delle tragedie del secolo scorso, il sacrificio di milioni di caduti nelle guerre mondiali. Abbiamo disatteso gli impegni presi come comunità delle nazioni e stiamo tradendo i sogni di pace dei popoli e le speranze dei giovani. Ci siamo ammalati di avidità. 咱继续来为乌克兰祝福，同时也搁要祝福的是咱的地球哦。今日呢是 Earth Hour 地球一点钟的年度活动，伫个今日暗时，伫个全球轮流来进行，包括一挂世界真出名的地标，参像是巴黎铁塔、纽约的帝国大厦等等，会有上万的所在，拢会做火种灯会来竞标，嘛要邀请民众同齐来响应。地球一点钟，这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全球上阶段自发性的工业减碳行动，全球每一个时区在暗时八点半到九点半，在一个一个来关灯会。今年台湾主办单位也邀请到魏明雄六都的市长来参加。企业的方面，参像是金融业、服务业、超商、零售业，也拢主动来加入，希望民众会当做伙来关灯会减碳，创造新的纪录。那是统计在过去这十一年来，台湾参加这项活动已经是节能有98.5万度，减少52.9万公斤的碳排放，也等于是会当种下4.8万丛的大树。来看到在疫情的部分，这本土疫情虽然又搁再有新的变化，不过指挥中心是表示讲，也搁伫咧控制当中，所以嘛，予民众最近这注疫苗意愿是愈来愈降低。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现在疫苗这个人口的涵盖率，在第一剂是83.39%，第二剂呢是78.15%，第三剂48.9%，代表讲也未超过50%。所以讲，这注射的人比较较少，疫苗出来的量就比较较侪。有三批是已经改动的这个 BNT 和莫德纳疫苗，拢已经到期。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总量差不多是27.8万剂，会照定数来做消费，未提供予民众使用。这是介绍的疫苗，3月22号，有莫德纳，112,330，那3月23号介绍莫德纳155,430。那 BNT 3月23号介绍有10,842，那这些是我们初步出估的，那整个的还要在最后的一个结算。接下来关心是居家安全的部分哦，这几天花灯、地灯不断发生，但大家唔通安尼摇咧，就感觉讲安尼真正常，刷来收回去，平常时就要做好这防震的措施，尤其是即马就是检查咱的厝敢有安全上好的时间。卡叔讲，伫个地震以后，发现讲这壁有必损，伫个赶紧来提悬注意，找专业的人士来做鉴定。那是虾米款的必损是上界危险的？说落来，咱的新闻就报予你知。23号半夜，规模6.6的强震以后，疑点不断，也是建筑物的结构问题。如果它补强筋做的不够，或做的不好的时候，它的裂缝就会产生。像这样子的宽度啊。它的大概是介于0.1到0.15毫米。目前如果小于0.2的话，我会建议，比如说涂一些防水漆，你要一次性的到位，你可以把它剔除掉，看看它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延伸到里面去。以这栋建筑来看，外墙最上头已经可看见瓷砖剥落，再往下甚至出现了白色粉末状，看起来没有什么，却隐藏的可预测的结构危机。白色的粉就是安门头拄到水引起化学反应生成的细酸钙。类似像我们讲的白化的一个现象，然后会有水汽或干嘛去影响到我们的室内，然后进而也影响到我们的结构钢筋锈蚀的问题。时间久无进修，加上频繁地震，建筑物检是有一套标准，分作三种等级：下到危急、当主体垮垮、钢筋露在外面，甚至出现 V 型、X 型的壁崩。壁度的等级，壁面条啊、甲环梁有无连续的壁崩，四度轻微，三种壁面出现较低的壁损。装潢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的装潢，因为你装潢的时候，你把梁柱、板墙全部都包装起来了，当产生一些地震或者是外力的作用的时候，那你完全都看不到。你可以去做一个初步的评估，那这个初步评估，市政府大概有补助12,000到15,500。如果需要做相关的补强或是重建，这个。
也会有相关的补助的费用。地震之前要注意的，还有用火风险。目前超过八成的公务大楼，拢做安装了天然气的供线。对，因为没有在使用，它会跑嘛，就表示瓦斯有通过，表示你这个有漏气，有破掉，有坏掉，所以有漏气出来。遇到五级以上地震的时候，我们瓦斯表就会进行遮断。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流量计归零了。和旧式加速表无同，因应地震，微电脑的加速表在下楼的时阵，还可以当发挥阻断的作用。它有在动，代表我们家里有在可能马桶或是什么哪边有在漏水，几乎都九成都是马桶水箱在漏，一般公寓啊。那在地震完之后呢，接近地面上的墙角啊，或者是说地面上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有没有潮湿或者是渗水的情况。橡胶垫变老化。这边会渗水。自来水泄漏关系到家己荷包，一场地震以后，后面相关的检视关系到客家安全，未当停好。台新闻小记者徐英豪台北报道。所以来咱厝内底，那是红颜的家长，第一来注意啊，要来提醒这啉水的问题。卡叔讲啊，小朋友也未到半岁，这个时阵是唔免特别来补充水分，因为伫咧平常时咱啉的固磷粉就已经有足够。啊，若是讲超过半岁，腰子的功能慢慢啊发育起来，就当适当来啉水，但是嘛唔通啉伤过多，啊那无就变成了水中毒。所以讲这啉的量到底是偌多才有拄拄好，来听医师的建议。新手的妈妈一定要知影，出世六个月以来的红婴仔是袂欠水的，因为因的幼稚发育尚未完全，代谢的时间长。他的肾功能，假如跟成人比的话，大概可能只有10%到20%。喝太多的水，你的血液的一些电解质会被稀释，就小朋友很容易抽筋，甚至有严重的可能就是意识会改变嘛，或甚至是会有点昏迷。有经验的妈妈嘛分享。观察囡仔是不是欠水的方法。还没副食品的时候就不用喝水，因为吃奶的时候你水分已经够了。主要是看便便，跟看它有没有口干舌燥。可是看便便跟尿尿量最准。那尿布啊，你那个重量不大对的话，就知道哎，它水分应该不大够。医师建议六个月以上、一岁以下的囡仔会当开始啉水。一岁一下下，就是他需要 一整天需要的水分是体重乘100cc 嘛，但这个是包括奶，还有一些副食品、一些糖果汁都算。你喝太多水，我们有所谓的水中毒了。如果真正要让六个月以下的红婴仔啉水，也要注意，一次不能超过50cc 的量。台新闻唐唐君、李明华台北报道。主席安美专案在各地面要来帮助咱就是客家改善居家环境，所以今仔暖心学校约咱首先就来看到，这是伫台南的中西区，帮助两位独居阿嬷将厝内底无安全的所在拢做了一挂冰箱，譬如讲伫过去这厝门口有一个窟仔，伫落雨的时阵就会积水，即马是甲伊抹甲平平平，互目睭看袂到长辈。出入会当更加平安。另外，还佫替这位阿嬷呢，是伫厝内底便所来装扶手，所以上便所的时阵，会当更加安全。房仔坎的所有螺丝，将无法用的水槽底部封条，以免积土粉。这是独居阿辉阿嬷的厝，旧年失修，连大门拢破一空。外口走入去啦，尿鼠啊，啊，只要要封，用水孔哦，啊，灌起来。黑暗中漫步向前，阿辉阿嬷目睭看无，走路袂稳，就惊讲落雨天，雨水泼动涂骹会出意外。甲你铺平，吼，互你走路袂去磕着，即嘛免起来泼水啊。哦，你看两个阿姊啦。袂搁再烦恼落雨咯，还搁为伊加装下囡仔专用的椅仔。你看有树丝无？在哦，都树丝，发油嘛袂叮当，哦，差一万倍。感恩恁会当来甲我斗做这代志，互我惊胆会好胆。也有这位独居的阿舅阿嬷，有了安全设备，洗身躯、上便所拢搁较安心。安尼起来吼，你起来看麦。安尼起来就起来。社区有时啊嘛无法度解决的，啊，阮就爱拜托这个主席会当提出来甲阮帮忙。寒冷的天气，志工的关怀，希望独居长辈拢会当暖心也搁平安。台新闻，金神秘志工张义芳、许翠欣，台南报道。
所以讲，这个兴盛的队伍伫爱代代相传。他拄啊看到这新闻来关怀，志工头毛拢白啊，嘛已经拢有花啊。就希望讲这新的政治也是一生不良。所以，譬如讲，咱主题大学的学生，就积极来投入到志工的服务。真侪人是对大学一年的时阵就开始来付出，两年就超过200点钟的人是满满实，所以嘛得到了教育部请合奖的肯定。拉长。手心向外拉长，没办法正确的动作，这是因为林心琪伊有先天的肌肉无力症，但是伊无好身体限制，自大一开始就投入志工的服务。当然不方便是会有的，可是我觉得说，也许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去进行这个活动，就是以前可能是被协助者，然后。做了志工之后，就是手心向下的给予者。那你早上有量血压量过吗？没有，没有哈。啊，我们等一下会量血压。今日偏向服务也够组织大学人发事业郑文倩为部落中者设计真特别的味道清单。那在家访的过程中，我们会逐渐了解到长者的文化背景啊，然后他的生活经验，去想想看自己能够做什么，然后我们提出的服务到底是我们认为的需要，还是是长者真正的需求。获奖团队有海厝服务队。从校长的手中接过奖状，这群学生投入志工服务满两年，超过200点钟，得到教育部青学奖的肯定。这也是组织大学连续三年有学生甲团队得奖。近三年来，我们学校有将近46%得到青学奖，长期投入志愿服务，培养了问题解决能力。那最重要，他也看到他社会公民的一些责任。在疫情期间，他们还是。透过线上，还有跟偏乡的孩子书信往返，为众生服务是不能有任何的理由，或者是因为困难就不去做。克服困难，贡献所学，让利他的精神成为这群囡仔未来就业上佳好的实力。台新闻高怡琳、刘宏志华联报道。接下来我们要来到菲律宾，在保和岛的志工要来推广素食啦，但只是用讲的，这是一定不够有力，无法度说服更加多人来响应这项爱地球、爱众生的行动。所以，因安怎做呢？因是到菜市啊来买上届新鲜的蔬果，然后是变魔术，变出一道又搁一道小拍皮古传的料理，直接请民众试看卖，真正是好食解得志。行一撮菜市啊，真侪新鲜的蔬菜水果，予人真想要食。苦瓜降火气，青葱增添滋味，一包一白来装满了菜篮。清洗了后，快炒就是一道一道好食的菜。天气炎热，一盘刺瓜啊沙拉，消毒湿气，感恩盘底的食物，食到青菜的好滋味。And I'm encouraging you to be a vegetarian, ilabi na karon nga daghan ng mga sakit ng ang cause sa mga meat nga atong gipangkaon, daghan ng mga chemicals nga gisagol sa mga meat nga gipangkaon sa mga tao. So, akong masulti about sa vegetarian, dakog tabang sa atong kinabuhi. Makapalig-on o makahatag o taas sa atong kinabuhi. O matabangan sa dang ato ang environment. 素食对身心有益，爱地球从餐桌做起。台新闻米雪儿、萨加里奥、菲律宾报道。主席基金会对2010年成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的特殊咨询委员，而且是伫同一年开始来参加妇女地位委员会年度大会，也佮有周边的会议，要来关心的就是性别的平等，也佮有妇女的权益。在今年年度大会，主席负责主持两场的会议，主题不只是要讨论安怎减碳来缓和气候变迁的威胁。新巴威主席之间嘛分享讲，安怎在社区来带动妇女自力更生。为期12天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年度大会，今年讨论的方向围绕在气候变迁、减灾以及如何达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主题。
佛教是宗教，宗教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妇女与宗教在慈济的四大八印，从环保到教育，从天灾到整个的气候变迁，我们四大八印环环相扣，就是要靠日常生活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带动。We don't have all the answers。主席基金会主持两场分段平行会议，第一场讲到碳中和之路，证书证实德成法师以上林珍惜资源的实例，让更多人了解主席推动环保的努力。She uses a piece of paper four times, writing first with a pencil, then with a blue pen, then a red pen.And finally, with the brush. When monastics who follow her live by the same principle. 我们的净色师父这一次有机会实际上来参与，所以在第一场的时候，把净色上人教我们的一张纸习服四次的使用，还有我们收雨水回收，在这样子的一个妇女大会的主流平台做一个完整性的宣导。另外一场是将主题放在女性平权和改善粮食系统，来自新巴威的主席志刚分享了他如何在社区帮助妇女自己生产满足自己。Great love farms, and we invite the women to come and collect leaf. So each one has their own bed, if it's, or each one has a certain portion, and they are in charge of that area. And the outcome, they sell and they can benefit their families. We can start by accessing these pieces of land, and women can be financially dependent. The Commission of the Status of Women is a very important event because it really lifts up and emphasizes the role of women.And the effect that women could have in the world in general, and in particular for this event, on the way that food could be produced in a mor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way. 暖化使得气候变迁变严重，造成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两场会议透过各组织代表的分享，和全球更加关注性别平等，嘛进一步和减灾成为现在进行式。台新闻综合报道。所以我们就进一步来看，在新巴威妇女在主席志刚带动之下，是安怎跨越了世代，展现出因温柔又搁坚强的力量，嘛发展出一股爱的潜力，改变了社区。非洲上边境的国家之一，远离首都，就会当看见新巴威真正面貌。新巴威政府会予农民一块土地起厝甲耕作。维持自给自足。农村妈妈因以厝为中心，嘛因为受教权的无平等，因无法度伫个家乡之外找到工作机会。莫德克嘛无想到，有一天会当行出家的小天地。当年用水欠缺，无清气的水源。新巴威人民无法度工作，还阁得爱面临老土症的疫情随时爆发。主席志刚帮助地方政府乌水井提供净水的药物，减轻了问题。由本地女性志刚来执行这项任务。大家的辛苦在辛苦，人家估计这东西，估计看到看我们不然人家个水吧，水就是，那管啥过那什么水果的啥个问题是？人家讲那台风多，那过热，多么人家去玩那块，我们人家估计，我们上个是个是不管，什么是那过热。有了清气的水，下一步鼓励耕作。这一座占地将近两公顷的大农场，就是农村妈妈的新天地。2021年也阁是一片荒废，到了去年已经看到丰收。如今的修行加上台湾爱心米，
每礼拜六天社区共识，为需要的300人温暖一顿。两个世代的妇女发出内心的歌声，也更加有自信。祖先结合农业对抗气候变迁下贫穷的恶性循环，因阁真有想法，金蕉会当煮，皮会当代替化肥变作有机肥料，保护环境，扭转妇女传统的观念，大乾坤更加实际。反正就那土著朋友往过个亲戚，你不得过不知。但伊风格不同，路没把家做过，恐怕在三观上不同起来。三观上，伢那个观上不同起来，你不得过人家只是拿下这个年龄。不然，那个么安观家农村多，农夫都是木农，俺们外人来。Ini ndaka subira apa musoro pokuti ndakaona upenyu hwangu hwakanga huri kungofila kuti dai ndagona kuwana kubatsira chaiko ndaingobatsira kunyangwe ndisandasvika patuchi ndakatomboita project. Kwaga bogan kwane ni lingzan这阵本地妇女深深相信，因会当对社区做出贡献。这一种无畏的勇气甲美丽，伫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拢会被看见。继续每礼拜六招牌单元收割有够赞，今日介绍予大家是伫春天的时阵，才有的滋味兼得较顺。伫花莲讲好万景，就是产量上阶大的所在，只是这产期啊非常的短，只有45天左右。咸地瓜笋伫个备壳以后，放伫个冰箱，会当保持新鲜大约3-4天。不管是要煮汤啦、要炒，也是要做凉拌，拢真好食。继续，咱就对着特派员阿新，做伙来去花莲找咸地瓜笋。为了要完成找咸笋这个任务啊，真正是非常的困难。因为阮头一届哦，坐着这个小火车来到这个深山那来。因为啊，阮的采用车是轿车，无到到位。阿准讲哦，叫我用行的，我可能行3点钟嘛，无到到位哦。来哦。咱即卖是花莲哦，万荣乡的山顶哦，所以今日的剑笋达人是咱马大哥。剑笋的部分，我们如果说以它的以目视的高度啊，大概就是那种10块钱的那种保特瓶啊。那大概是那种高度。好，完成，卡手足紧的哈。哎，观众朋友，咱伫市场底买到的，拢是安尼处理好的剑笋哦。马大哥，请教一下，我们在市场买要这种比较细的好，还是说这种胖胖一点的比较好？基本应该是这样讲了。如果依照我们自己在煮食的煮东西这样来吃的话，稍微细一点哦，比较好。但是太细也不行，比这个还细就不好了。它基本上我们在炒菜的话，这个都还可以。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前面这一节是可以煮汤了。这个剑笋哦，在原住民里面他们叫野食，你们叫野食嘛哈？阿美族叫垃圾，我们布农族话怎么讲？我们叫统称，如果剑笋叫呼肉。呼肉产季大概几天？大概就是每年的3月底，3月半以后才慢慢出。可是，在清明节之后，清明节那个期间是算是高峰了、后面就慢慢没有。所以说大概4周到6周这一段时间，但是它的价格啊，会很快会有，就它波动很快，可能到了明天或是下个礼拜，它一下就变成100，120、100，甚至80。那通常到了大概60-70块的时候，就大家就不会采了。其实哦，伊三季非常的短，虽然讲价钱较悬一丝啊，不过我感觉是真价值哦。
笋热量非常的低，同时呢，如果就是常常这个不顺的朋友呢，芥笋也非常适合，因为它的纤维含量高。记得吃完芥笋一盘以后多喝水，能够让我们的消化道更顺畅。世界挂机喵喵喵。好，看到这两只猪击退了熊啊，还真是相当的不可思议。继续，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国语主播明君，明君早安。好，新闻早，还有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的确，刚才看到那个画面真的很有趣哦，这让我想到，其实我曾经看过有另外一个画面，就是猪啊，其实很聪明。虽然我们常骂人说你笨得像猪啊，但猪其实很聪明的。他会自己开门哦，就是那个饲主他的那个围栏，他会自己打开门，甚至还有网络视频，他还会在玩一个小小的一个踢足球的游戏，甚至他很喜欢依偎在人的怀里哦，来听人唱歌。所以其实猪其实很聪明，猪也是有感情的。其实我们知道这猪其实除了像是刚刚养在猪圈这种比较大的，其实也有宠物猪当作是这个宠物来饲养。也看到一个数据是说，这猪的智商跟12岁的小孩其实差不多哦，所以千万不要再骂这其他人说是猪脑袋，真的不要小看猪的智商。好，在接下来国语新闻还有更多更重要的资讯，我们把时间交给明君。好，谢谢顺文，继续我们来关心国语新闻，持续关心俄乌战争。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全球缺油，国际还在期盼沙烏地阿拉伯增产生援手，不过他们自己最近多次遭到攻击，现在又传出炼油厂遭到也门叛军的袭击。红色火光照亮夜空，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无人机和飞弹攻击阿拉伯在红海的港口吉达市的石油设施，沙国表示或是获得了控制。这起攻击事件推升国际油价上涨，周线收高。而受到能源国际制裁，俄罗斯普廷也发动能源经济战，强调各国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只能用卢布付款，这导致卢布大涨。普廷表示，俄罗斯会履行合约，提供能源，也重视贸易的信誉，还有合作伙伴。而欧洲有40%的天然气仰赖俄罗斯供应，剩下的60%分别从挪威、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进口。欧洲希望逐渐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而这一阵子，我们常听到北溪一号，这是天然气的输送管，从俄罗斯到德国有1200公里。立陶宛和波兰就表示，北溪一号的合约到期后就不再续购。德国和立陶宛目前是积极发展绿能，比利时延后废核，波兰只是要另辟油气管线，降低对俄罗斯的依赖。Реализовать комплекс мер по переводу оплаты, начнем с этого, с нашего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переводу оплаты нашего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поставляемого в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страны, за российские рубли.普廷手握能源王牌，引爆国际市场恐慌。欧洲天然气价格飙涨30%，俄罗斯货币也上涨了6%。欧盟对俄方的能源制裁出现分歧。On n'est pas en guerre avec nous-mêmes, on ne va pas prendre des sanctions qui nous affaiblissent nous-mêmes d'une manière non nécessaire. Sanktionen dürfen die européenne Staaten nicht härter treffen als die européenne Früherung. Das ist unser.换成卢布交易，德国首当其冲。俄乌战争爆发前，德国至少55%的天然气都是从俄罗斯进口。Que es un error estratégico, ¿no? Eso no es viable. Rusia era un gran productor, sus gasoductos estaban muy cerca de Alemania. Bueno, pues podría entenderse esa opción.嘴上喊着要断俄罗斯能源，实际上难上加难，但也有部分支持声浪。We have to continue to isolate Putin's economy to stop the money flowing into the war machine.
该怎么做才不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专家乐观分析，欧洲能源可以考虑依靠西班牙。¿Qué pasaba? Pues que hace 4 o 5 años había un proyecto de construir una nueva interconexión con Francia, el denominado gasoducto Midcat, que nos permitiría duplicar. 欧盟也出来信心喊话，计划快速发展再生能源，加速投资能源效率和寻求多元化供应商，早日摆脱依赖俄罗斯能源。That would allow us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our gas imports from Russia. This is very ambitious.But we can achieve it. 战斗民族和欧洲国家的能源大作战，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带新闻骆泽静编译。乌克兰战争开打一个多月，美国总统拜登在结束北约高峰会后访问波兰，先到距离乌克兰不远的美军基地提振士气。Democracy is going to prevail, and the values we share, or autocracy is going to prevail, and that's really what's at stake.So what you're doing is consequential, really consequential. 拜登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陪同之下来到波兰里兹首都军事基地，这里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有80公里。拜登还跟大家一起吃披萨，闲话家常。士兵纷纷拿起相机，抓住难得一刻。而拜登结束行程后，已经前往华沙。先前传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投降的影片，后来发现这是移花接木。科技其实两面刃，美国纽约则是有科技业者研发人脸辨识系统，协助罹难的乌克兰士兵查明身份。监视器一拍，马上知道你是谁。人脸辨识系统现在也用在俄乌战场。Ми активно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мо на сьогодні штучний інтелект, або, наприклад, для розпізнавання вбитих обличчя вбитих російських. 乌克兰统计已有15000位俄军阵亡，当局利用美国公司 Clearview AI 提供的人工智能系统辨识士兵身份。Ну, вона розповсюджується в соціальних мережах, але ми через фото знаходимо родичів, не знаходимо аккаунти людей, які загибли.以及через ці аккаунти знаходимо родичів і роз. 乌克兰副总理表示，遗体被家属领回的比例很高，但不愿意透露具体数据。для того щоб знайти хто це і запропонувати через соціальні мережі або інші контакти їх родичам забрати тіло з України。不过，乌克兰没对自家士兵使用该技术，原因是什么？当局没有多做说明。其实这项技术备受争议，民权团体认为有误认的可能性，所以反对。另外，这家公司还因为可能违反隐私法，正面临诉讼。士兵战死异乡，没人认得，如何回到家人身边？人工智能或许不是完美解法，却能铺出回家的路。带新闻的追编译。一位96岁乌克兰长者住宅遭到俄军轰炸身亡，他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罗曼钦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严厉谴责俄罗斯。抚摸棺木，家人泣不成声，在牧师的祷告声中安葬罹难者。高龄96岁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罗曼钦科死于俄军轰炸，地点是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一处普通公寓。民宅变废墟。屋内已经看不到完整遗体，只剩下骨头碎片。Вдумайтесь, будь ласка, скільки усього він пройшов, багато поверхівці. З кожним днем цієї війни все очевидніше, що це у них таке. 罗曼钦科出生于1926年，二战时分别待过4个集中营。1945年，他熬过纳粹迫害，战争结束后。他致力保持对纳粹暴行的记忆，积极推广历史政治教育。Он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был в Германии, выступал перед школьниками, рассказывал, какие ужасы были в Германии. Ну, ничего, есть фотографии, есть все, ничего не забыто. Даже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там все сгорело, ничего не осталось. 德国联邦议院全体也向罗曼钦科致哀。Sein Tod erinnert uns daran, dass Deutschland eine besondere historische Verantwortung gegenüber der Ukraine hat. 德国国会副议长表示，每一个被战争夺走的生命都在时刻提醒，国际必须全力制止残酷的暴行，
帮助所有乌克兰人脱离战火。大新闻骆泽静编译。东亚也不平静，北朝鲜试射火星时期洲际弹道飞弹，射程长达13000公里，发射一个小时后准确落在计划中的水域。在全球目光聚焦俄乌战争之际，北朝鲜努力求关注。今年才过不到四个月，就进行了12次武力示威。最新试射的是火星时期新型洲际弹道飞弹。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約71分飛翔し、15時44分ごろ、北海道の渡島半島の西方約150キロの日本海、我が国の排他的経済水域内に落下したものと推定されます。这是继2017年北朝鲜发射火星食物以来首次完整的洲际弹道飞弹测试，国际社会强力谴责。The launch of the long-range missile risk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of tensions in the region. 火星时期在2020年10月北朝鲜建党日阅兵式首次亮相，今年2月以研发卫星为由第一次试射，隔了不到一周再次发射，如今来到第三次。최근에우크라이나러시아전쟁으로전세계적으로분위기가흉흉한데북한까지미사일로도발을하니까전쟁의여파가한국까지이어질까불안한심정입니다根据韩联社报道，火星时期是全球洲际导弹飞弹之最，最大射程至少1.3万公里，可以打击美国本土。跟火星15相比，飞弹口径加大，可搭载的核弹头数量也疑似变多。Likely looking at a missile that can carry, for example, more than one warhead, right? So it could strike multiple targets with a single missile. 武器在升级，专家质疑北朝鲜背后有俄罗斯当靠山。So we could potentially see more dramatic and quicker, quicker advancements, and that's certainly something that Russia could do. 北朝鲜每个小动作牵动着各国敏感神经，尤其在俄乌交战的此刻，没有人希望再出现新的战场。大新闻刘觉宇编译。继续关心新冠肺炎的疫情，昨天本土新增14例，境外移入122例。而前天高雄化工厂职场群聚，昨天在新北市也有科技厂移工确诊。本土14例当中，3个人住基隆，另外有10个人是新北树林科技厂的外籍移工。树林科技厂传出确诊案例后，全面停工消毒，针对同宿舍和职场员工，已经框列了173个人。新北树林科技厂爆发群聚感染，全面停工，员工一个个被召回裁检，已经累计10人确诊。里面除了一位是本国 的工作人员之外，其余9位都是移工。昨天发现以后，就立即工厂请他们停工，那全厂清消。我们今天陆续在裁检910位，把整个公司全部把它这个裁检完毕。裁检过后，员工复工的时候一定要持阴性证明才能到公司来上班。而基隆市也有3例个案，其中一位是警局侦查员，陪朋友去筛检，结果自己也染疫。扩大框列发现又有一名同事确诊，而这名同事24号晚上曾参加颁奖典礼，和基隆市长同台合照，2个人都没戴口罩。虽然只有短暂接触，市府也绷紧神经。跟中央指挥中心研议的结果，我们的林市长采高标准的一个防疫，那一方面是做了一个采检，那这个采检刚刚报告出来也是阴性。从即刻起呢，我就会进行3天的居家隔离，也已经进行了 PCR 的一个采检。那居家隔离3天之后，会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个采检。
国内疫情再度紧张，境外移入更是连日破百。尤其25号一架来自越南的班机，137人中就有53人被验出阳性，疫调后不排除再有更多。国内外双面夹击，疫情还没有松懈的余地。大新闻台北综合报道。立法院昨天表决18岁公民权修宪案，年满18岁就能行使投票权，公告半年后还要全民投票表决。有效票数必须超过选举人数总额的半数，也就是说必须有965万人同意。一旦通过，预计有42万名18岁的高中生可以参加下一次的总统大选。报告院会赞成者超过出席委员3/4人数，多数通过，便按作以下决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增订第一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再来关心医药消息，台中一名64岁的妇人，经常右脚酸麻，以为是循环不好，检查才发现是腰椎滑脱惹的祸。吴女士长期站着工作，久了腰部、腿部常常觉得酸酸麻麻的。这里很痛啊，我就会怀疑说是不是这里的气血循环不好。这样拍一拍，打一打。大部分的人都以为是循环不好或发炎，64岁的新女士也是，但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脊椎滑脱导致。痛了要1-2年以上有了，好啊，她就是都是腰的酸痛比较多，前后滑动这个就会挤压到这个神经。脊椎滑脱是指椎体往前或往后位移，因为腰部活动量最大，是好发部位。症状像是腰酸、弯腰站不直、坐着站不起来，严重一点甚至会压迫神经。大部分会压到神经就是坐骨神经，所以病人常常会有一些行走上面的跛行，就是走一走他就觉得臀部啊、大腿跟小腿后侧、外侧会酸痛。神经压迫，脊椎狭窄，必须开刀。新女士透过心室减压手术，多年来腰椎不舒服的症状都解除，让她开心的笑容都藏不住。大新闻台北新闻国际综台中报道。花莲县消防局跟花莲慈济医院合作，透过训练高级救护训练课，大幅提升急救的成功率。一年多来培训，花莲已经有超过80位高级救护技术员。9-1，9-1，9-1，9-1。接获通报，消防队立刻出动。花莲县消防局从2016年开始加强软硬体设备和人员训练，提升第一线救护人员跟急诊室医师的默契串联。每一条人命都是人命，如何去提升这种急重症的变化，能够成功的救回来的几率，就是我们一个重要面对的课题。可以说，病患在院外的时候，我们的医师已在心导管室，已经在手术室，在 stand by 在等候病人，就是说病人进到医院是马上去接受治疗。花莲地形南北长137公里，救援距离成为一大考验。根据花莲县消防局统计，在2014年急救成功率不到6%，2016年开始跟花莲慈济医院合作，增加到14%，到2021年更提升到24.8%。关键在于每一台救护车上都备有12导程心电图，以及一位高级救护员，比例媲美6都。每一个分队都能够执行高级救病室，每一个分队都是高级救护队。Stanley， 来给他吃那个 Boogie， 咬碎慢慢吃。这个是心脏病用药哈，心脏病用药。希望他们能够在院外能够把所有需要急救的这些技巧、知识全部都熟悉之后，这些高级救护技术员他们都会变成每一个分队负责救护训练的人。花莲慈院已经协助训练超过80位高级救护员，并在2021年开始加入吴宇良式的课程，让高级救护技术员能进行骨针注射、插管等侵入性治疗的练习。因为上过大体老师的这个一个课程，然后让就是我知道说怎么样的角度是可以真的符合比较人体的一个部分，我后来插管的成功率基本上也可以达到100%。他发生什么事情？就昏倒。OK， 我们接下来就昏倒。从意外发生那一刻，警察、消防队和医护人员不断接力，串起生命之链。大爱新闻何以怀、邓明华联报道。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报告，六成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合并有胃食道逆流、吃不好、睡不好，导致各种健康问题。而台湾睡眠医学会统计发现，男性超过50岁 ，BMI 大于35的人是高危险群。的这些食物呢，尽量能够避免，因为它胃酸会造成后续的问题。体重一度高达90多公斤的刘文德医师，曾经是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我早上睡醒的时候，喉咙经常都是非常的干燥，那甚至也有一直持续都好不了的一个类似慢性咳嗽，或者所谓的这个胃食道逆流。我现在体重大概65左右，那上面前面讲的这些呢，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几乎都是全部消失了。男性超过50岁 ，BMI 大于35的人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高危险群，常见伴随有脑中风以及心血管疾病。现在更发现其中60%有胃食道逆流。睡眠的时候，因为呼吸整个呼吸道里面的负压，所以我们常常会很用力的吸气，很用力的吸气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胃酸带上来。在目前大家所忽略。也更常见的就是咽喉的胃酸逆流，就是胃酸已经跑到咽喉来了。台湾睡眠医学会提出，脖子粗的人可能与睡眠呼吸中止症有关。那女生是16英寸，男生大概17英寸，或者我们用公分，就是35跟38公分。那越粗的话，代表它整个是越厚的，那实际上它里面呼吸道的管腔是比较窄的。睡不好是百病源头，脖围超标又伴随有打鼾或夜间频尿的民众。建议尽早就医检测。大爱新闻唐南君、李明华台北报道。巴拉圭东方是一家公立医院后方的圣洁之家爱心食堂，为了帮助贫困患者免费供餐，但是物价上涨，外界援助减少，慈济志工伸出援手。一整车的物资是东方市慈济志工援助圣洁之家爱心食堂最实质的关怀。位于医院附近的食堂免费供餐，帮助病人节省开销。但近期物价上涨，外界援助短缺，慈济允诺的帮助依旧进行，持续共善脚步。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蔡慈琪巴拉圭报道。澳洲慈济志工与布里斯本马特医院结缘32年，疫情期间，志工送上素食餐点给医护人员打气。而志工这次到访，院方特别准备西式的素食餐点，表达感谢。午餐时刻，修女带领慈济志工一起祷告。Normally the meals are provided from Sushi to us, and today is a rare opportunity to reciprocate and express our gratitude for everything you do.To support healthcare, to support looking after the planet. 用餐地点特别选在百年古迹，这个小房间院方特别命名为慈济室。一张张照片记录着志工付出的足迹。年事已高的安琪拉修女与慈济结识32年，与老朋友叙旧之外，也向上人问候。Dear Master Jiang Yin, here I am sitting among all your friends.Family of the Gold Coast Tsuji people. They came to see us today,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our lives, we provided them with a vegetarian lunch. And all your people here in Australia follow everything that you have recommended. Vegetarian eating, helping to care for the poor. 30年的好情谊，未来还要延续。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玉彤、彭云华，澳洲报道。感恩与您共度美好时光，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是倪明君，我们再会。